所有事物，每件事物。采用熟词法，单词 everything 等于熟词 every 加熟词 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拆分为 every 每个， thing 事物，拆分为 every 每个， thing 事物。想象成每个事物加起来就是所有事物，想象成每个事物加起来就是所有事物。 Interested 感兴趣的。采用综合法，单词 interested 等于熟词 interest 加词缀 ed。Interested, I-N-T-E-R-E-S-T-E-D, 拆分为 interest, 兴趣 ,ed, 什么的。拆分为 interest, 兴趣 ,ed, 什么的。想象成兴趣广泛的人对很多事物都是感兴趣的。想象成兴趣广泛的人对很多事物都是感兴趣的。 Be interested in 对什么感兴趣。采用造句法，短语 Be interested in 想象成 I'm interested in English 我对英语感兴趣。想象成 I'm interested in English 我对英语感兴趣。 Dark 黑暗的，昏暗的。采用拼音法，单词 dark 等于拼音 da 加拼音 rk。 Dark D-A-R-K 拆分为D-A, 大 ,R-K, 入口，拆分为 D-A, 大 ,R-K, 入口。想象成这里有个大的黑暗的入口，想象成这里有个大的黑暗的入口。Here,heard, 听到，听见。采用综合法，单词 hear 等于熟词 he 加熟词 a 加象形 r。 hear, h-e-a-r 拆分为 he, 他 a, e, r 草，拆分为 he, 他 a, e, r 草。想象成他听到一棵小草在说话，想象成他听到一棵小草在说话。